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伊贝诗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那几天喝古方红糖，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的大力支持。《爱情保卫战》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勒眼镜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在线情感互动。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精美好礼等你来拿。今天请到的老师是哪几位呢？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沙娜沙老师，欢迎沙老师。算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陆老师，欢迎陆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了，他总说自己特别忙，每天只想着挣钱，一点儿也不关心我。我那么努力挣钱，不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能更好吗？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后来我发现他总是拿工作当幌子，大事儿小事儿总骗我，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对我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整天疑神疑鬼的。他骗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信他。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龚31岁，来自合肥，是一名厨师。女嘉宾小范22岁，同样来自合肥，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有请。来，好，去吧。给搬一个凳子来，坐着录吧。来。来，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知道，其实女嘉宾是受了伤的，所以给你准备了一个凳子，对吧？这个伤是你这次要跟她分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吧？是的。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个伤是怎么来的？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手术啊，因为我腿上原来小时候就长了一个痣，我觉得不好看就把它去掉了啊。出院的时候医生也特别叮嘱我了，让我的伤口不要再碰水。但是那天晚上他不在家，卫生间的水管在漏水，我就打电话让他回来修一下。之后他说他在跑滴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让我自己去修。嗯，那我没办法呀，那我只能自己下床去修。我当时这只脚不能用力，我就只能一只脚跳着去。等我到卫生间的时候，那水不小心给我滑倒了，当时伤口就泡在水里面了。哦，我当时挣扎了好一会儿，急忙打电话让我闺蜜过来，最后还是我闺蜜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所以属于感染了是吧？对，当时医生说伤口感染得挺严重的，我当时听了心里特别害怕。然后我闺蜜问我，你男朋友搞哪去了，他怎么不在家呀？我说他去跑滴滴了。他就给我看了他的朋友圈，他根本没有去跑滴滴，因为他的朋友圈刚刚更新了一个动态啊，刚才他正在跟朋友在喝酒吃饭呢。为什么他的朋友圈你没有，反而是你闺蜜有呢？我也不知道，我到后来我才发现，他不仅骗了我，他还把我给屏蔽了。当时我几个很重要的朋友好多年没有来过，知道吧？我肯定要去接待一下他们。你知道他的脚有伤吗？我知道。你知道他的腿不能沾水吗？我知道。那你为什么不修完再去陪朋友呢？因为这朋友很多年没过来，都是从好远过来的。不是从好远过来，你修完水管子再回去呗，打个招呼说，哎，等一下啊，我家里跑水了，我把水处理完咱接着喝呀。当时我从家走的时候水好好的。那你为什么骗他呢？你为什么不能告诉他说我在跟朋友喝酒？我不是怕他生气吗？他讨厌我出去跟别人吃吃喝喝的。那你还去？所以骗了他。听姑娘讲这段的时候其实还讲得比较平静，而且在小片里也说他欺骗过你很多次，对不对？对。在资料里面你们俩其实是分手过。对。为什么要分手告诉大家？
他本来嘛对我也挺好的，但是呢后来他做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特别受不了。他总说自己太忙了，工作挣钱没时间陪我，可是总不能成为忽略我的理由吧。经常加班不告诉我。有一次我们俩约会，约在下午5点钟在一个广场见面，然后在一起去逛街的。可是我等了他3个多小时他都没有来，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也没有接。我当时酒店临时来了一桌非常重要的客人，打电话叫我回去。我在酒店里面干了10来年，我不可能随随便便就不来，我太不负责任了吧。那你不能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当时手机已经快没有电了，我到店里面就接着忙，忙到10点多，根本没时间给手机充电。当天晚上我就特别生气，他到10点多钟才回来。之后我就把门给锁上了。然后呢？你是我在外面待了一夜吗？一天没睡觉，第二天继续上班。那是你活该。那我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嘛，他因为这事都骗了我不止一次两次，耽误我时间了。明白，就是经常骗你，对吧？对。然后就从那次你就跟他分手了，是吗？那次其实还没分，就不叫分手是吧？只是关了他一宿。对。后面的事儿就大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平时也很少在一起，因为他要上班，我要上学嘛。那次他好不容易休息，他就约我出去，那我挺高兴的。但是呢，当天我有一个有课，而且还是系主任的课，但是我为了陪他，我就请假了。之后呢我们两个出去，他开着车子，他也在兼职滴滴嘛。然后呢当天早上就拉了一个顺道拉了一个乘客，等那个乘客下车之后呢他就一直在那儿跑，那我就坐在边上，他一直都不顾及我，一直跑到下午2点多钟。后来来了一个乘客，上了有4个人，当时车上没地方坐了，那他就让我下去在原地等他。那我当时那么多人挺尴尬，我也不想让他难堪，我就下车去等他，一直从下午2点钟等到他4点多钟，他都没有来接我。我整整等了他2个多小时，没想到他就直接让我坐公交车去找他，那我特别生气，我又直接给去学校了。我不是想多拉一点人多挣一点钱吗？前段时间你说你想买一个包，我看的包挺漂亮的，我也想给你买，300多块钱，我那天就准备去把包给买回来了。包买回来了吗？买回来了。行。可是他就买那个包，平时对我也能省就省嘛。有一次我们两个去爬山，下山的时候我鞋有点磨脚，然后我就想让他背我，可是他不背我，不背我就算了，我就排队坐缆车嘛，他就不让我坐，他就为了省那点钱不让我花缆车的钱。他不知道当时排队排了多少人，起码前面有20-30个人，我们其实走下去的话也就是30分钟左右这样时间，而且你还要浪费了几十块钱，多浪费啊。那我的脚都磨破了，那他不能体谅我一下吗？我感觉嘛，大家都是年轻人对吧，又不是70老80的，锻炼身体也挺好的。他总是这样子。这个事儿其实都不是大事儿啊，我们看他们资料都知道，就这种事儿在他们俩的这个事件当中，你可以说是男生的节省，也可以说是女生的矫情，你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说。对呀。你讲那件我想听他解释的事儿，他在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上欺骗了你，你告诉大家是什么？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他跟我说他25岁，我觉得差5岁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大一点挺会照顾人的。可是相处3个月下来的时候，有一次他让我去帮他拿一下钱包，我就不小心看到了钱包里面的身份证，我就看了一下年龄，没想到他都已经30岁了。我当时就质问他为什么要骗我。那天聚会的时候不就说过了吗？我只顺口说出我25岁，没想到你当真了，我也没有后来也没有去解释，对吧？那我要是当初知道你30岁，那我也不会那么快答应你啊。对，这不是重点，还有更大的谎言呢，说吧。过了一段时间觉得他骗我这个年龄也可以接受，后来我发现了他还有一件事情骗着我，就我们相处1年了，他带我回家见了他父母。然后呢那天我跟他父母相处的也挺好，但是中午的时候他带我去楼下买吃的，等我上楼的时候，我就不小心听到他隔壁邻居跟他妈妈说，这姑娘可比你家孩子那前妻好多了。我当时一听就懵了，他没告诉我他离过婚呀。可是你从来也没有问过呀。我也不是故意要隐瞒的。那这种事情还需要问吗？可是我离婚已经很久了，我也不想拿这个事情来影响我们现在的感情，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所以知道这件事儿之后，这姑娘选择了分手，对不对？我当时特别生气，那我直接就把买的东西摔她脸上就走了。对，你看走了，后来怎么又回来的呢？后来她还不是求我吗？
哟，你还自己都乐了哈、啊！他一求你就觉得这事儿过去了是吧？那也没有，主要是他那天啊，在楼下捧了一束花，还用蜡烛摆了一个心形，因为那是人生第一次有男生这样做，我当时心里还挺感动的。然后我觉得他的态度还蛮诚恳的，之后我就又同意跟他在一起了。主持人，其实没他说的那么简单，你不知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给追回来的。当时他说要跟我分手，我当时都疯掉了，我天天打电话发信息都不管用，他都不理我，不接我电话，我没办法，我直接跑到他学校去买了一束花，然后买了一些蜡烛，在他下面喊他的名字，喊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愿意下来见我。当时我就给他跪下了，我这一次打死都不会松手的啊！我一直在那里求他求他、他后来就勉强答应了。对呀，我当时是勉强答应了，可是我以为经过这些事情他就会变好，他就会不会再骗我，可我哪知道没过多久他就又骗我了。那次我早上上完课在宿舍等他，等到他晚上9点钟他下班了，我想让他过来接我送我回家，他就说车没什么油了，让我自己坐车去找他。那我们学校到他上班那个地方也挺远的，而且晚上大晚上的坐车特别不方便，坐公交车也特别不好等，他都没有考虑过我的安全。都是成年人有什么问题吗？哎，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骗他呀？从年龄到婚史，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不是，我一直在。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一个朋友生日聚会上面认识的。啊，然后呢？然后当时我就留了他的微信号码啊，我就请他吃过几次饭，然后彼此都挺感觉都挺好的。你为什么离异啊？上一段什么原因啊？感情不和吧。哦，告诉他就是了。嗯，就他没问过你。我一直在。你刚才的解释是说因为你没问我是吧？对，因为我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跟他讲一下。结果一直没有等到，之后然后让他意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事是瞒着他的？没有事了。啊，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对。那你那天和朋友去喝酒，为什么又骗他呢？那是他反感我经常出去。那你也不能骗他呀。我也不知道，可能这个是一个习惯吧。骗成习惯了。就是你对他说谎是一种习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是恶意去骗他。其实。好吧。你这次是下定决心要分手吗？还是其实还在犹豫？其实还是有一点犹豫的吧。犹豫什么？你能告诉大家吗？因为首先我跟他谈了大概1年多了，时间也挺长的。一是时间长啊、嗯。我为他付出也付出了很多感情啊、嗯。他这人平时对我也是挺好的。之前早上我要上早课去，然后呢起不来，他就早起给我做早饭，还给我打包好，给我带到学校去吃。当时我同学都羡慕我。现在不怎么这样，有时候他给我钱让我自己去买早饭。为什么呢？不是啊，我有时时间的话，我在家还是做饭给他吃的。那是很少了。哎，你这次为什么来呀？就是因为他分手我，所以我想分手。啊。分手就分了呗，怎么就分不掉呢？每次分手他就去求我，我心一软。就只要他一求你就会心软是吧？那你好不好奇你为什么心软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哈。你同学知道你这些恋情吗？我同学知道，其实他们也劝我。劝你什么？我跟他可能不适合结婚。你家里人见过他吗？没见过，但是之前有一次以朋友的身份见过。哦，你父母对他什么印象？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的这些事情我父母也不知道。哦，你也没说过是吧？不敢说啊。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我想跟他分手。是真想分手，还是说想听听我这手要不要分，是介于哪一种？别人都说我跟他不合适，可是我又分不掉。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只能说爱不爱，不能说合不合适吧。哦，只能说爱不爱，不能说合不合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那。他对你好吗？其实有一些偶尔的小细节也能。偶尔的小细节好，大方向呢？大方向的话，就平时比较照顾我。你挺享受他的照顾的是吧？嗯。到底应该怎么办？这段感情应该怎么走呢？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来跟女生说哈。有两个成语，自作自受、咎由自取。这两个成语，如果你还要是坚持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这两个成语将会成为你日后的一个后果。就所有的
后果和结果都是你今天所做的决定得来的。你太容易哄骗了，你知道三天一小谎，五天一大谎，他已经撒谎成性了，你还能原谅他，还能接受他，还能跟他在一起。我跟你说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儿，他对自己的婚史都能隐瞒，你知道他有没有孩子呀？如果他有一天突然告诉你说我有一孩子，你没问我呀，所以我没跟你说呀，怎么办？你能承受得起这个后果吗？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对自己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底线，千万不要做那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人，千万不要，否则的话到最后大家不会同情你的，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的条件，会觉得你现在的纵容就是为你日后的痛苦在挖掘坟墓。知道了。对男生，就在你身上，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现在说微信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它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动态，然后也可以偷窥一个人的隐私，甚至还可能有很多的秘密存在。一个男生就说最基本的一点，对自己的女朋友屏蔽朋友圈这件事儿，就足以证明这个男生有多渣，其他的话就不说了，谢谢。好，谢谢沙老师。来，郭老师，你所有的所谓的跟他的爱，对他的原谅、感动和你心软，都是基于情绪的。你在他身边有安全感吗？没有。你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你会嫁给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吗？不会。对，你说是不会，但你明明知道你不会嫁给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又会原谅他继续跟他恋爱呢？因为你控制不了自己，这就是情绪。一个人没有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所以会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我们有时候会很奇怪，就底线是经常被突破，然后一次一次被突破后又重新形成了。为什么你的底线一直后退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骗你去吃去和朋友吃喝玩乐你就受不了了，到后来你发现他有钱你都能原谅他，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底线在一旦一度的被突破？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有孩子这件事情你照样会被他哄回来，这还是在婚前呢。姑娘，你可能没有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他对你的那些感动啊，很感人啊，那些东西叫好。什么是好？好的前提是什么？好的前提是真诚嘛。没有真诚这个前提的好叫好吗？它叫哄骗。什么是哄？让你的情绪达到高潮，这叫哄。什么叫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让你受伤，这叫骗。这就是哄骗两个字的来源。你一直处于他的哄骗之中，认为自己爱上他，或者认为自己是一个爱情。如果一段爱情没有真诚为前提，没有诚实为前提，所有一切的真相都要靠你自己去发掘的话，那我认为你是在看一出美剧，你不叫谈恋爱，你这爱情谍战片啊。连身边的那个人都不能相信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什么？这个人是你不能相信，没有安全感的，你要让这个人在你身边躺一辈子，就是因为他能偶尔让你开心。至于男生，我只是想奉劝你一句，靠骗这件事情能够一时成功，以后你会摔很大很大的跟头的。一个人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真的好，前提永远是真诚，靠骗是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度过一生的。好，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来，涂老师。啊，我跟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善意的谎言。似乎于一个谎言是不是善意的，要看谁从这个谎言当中获取好处。你觉得你这个谎言是他获取了好处，还是你获取了好处？显然是你嘛，对吧？你怕告诉了他，他会离开你吗？所以这不是善意的谎言，这是有意的欺骗，是恶意的欺骗，对不对？你明明知道有意识的欺骗和无意识的不坦白是两回事，对吧？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跟自己所爱的人说，来，亲爱的，我们谈谈我们的过去吧，那是有病。
但是明明知道自己曾经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一些重大的往事，是对你们之间的将来是有联系作用的，你明明知道说出来是有可能产生一些影响的，你不说，这不就是欺骗吗？你说呢？所以你找了一个涉世很浅的大学生嘛，对吧？可能你内心深处数次的尝试着说服自己，他骗我年龄，他骗我婚事，真的如他所说，是因为害怕失去我。你曾经这样说服过自己没有？嗯。然后呢，当好不容易用这番话把自己说服了之后，再加上一颗筹码，你看他有的时候还是很爱我的，鲜花、蜡烛、下跪，那种决心，他是爱我的，对不对？对。他如果要是真爱你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你身上有伤的时候不回来呢？你来告诉我。他忙。忙。忙得喝酒，没时间回来照顾你，就是你比酒友要重要了。客人那几百块钱比你在烈日下等两个小时重要了。如果他是一个能够在鲜花当中、在蜡烛当中向你招手，同时想尽办法要把你找回来的那个人，他怎么可能把你扔在烈日下两个小时，看着你一个人泡在厨房的水中？怎么可能呢？所以事实证明，他的那种所谓的骗你，以及鲜花和蜡烛，只是想占有你而已。看一个男人是否爱自己，不是听他说了什么，而是要听他没说什么，不是看他有准备的行动，而是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举动。所有男生的那种所谓的套路都是有准备的，只有不经意流露出来的，那才是真实。就像他刚刚不经意地说出了一句话，我骗你已经骗成了习惯了，这就是不经意的。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撒谎，喜欢言不由衷？其实他是害怕面对自己的过去，而每个人的过去是自己人生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自己也不认可他自己的过去，他更不相信你会认可他。所以这个长相老实的、有过婚史的男人，也许对你只是喜欢，喜欢你的单纯，喜欢你的好骗，也或许在跟你交往的这么一段时间当中有过那么一点点真实的感情，但是他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真正的爱人来尊重。你听明白了没有？待会儿你门转进去之后，你不要去想鲜花，不要想蜡烛，不要想那些曾经追求你的疯狂，你只要想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就足够，明白吗？当然你出来的话我也不意外，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你内心深处依然在觉得我没有什么错，我只是想为了拥有她。但是为了拥有一个女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吗？你说呢？你看她又笑了，无可药救，就这样吧。好，你愿意出来没关系啊，我们就是这个建议，不在情绪里做事，加强自己对生活和常识的认知。 OK， 一起进入到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今天听了评论老师的建议，我知道我错了很多，对你撒了很多谎，可是我也不是有意的，下一次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坦白，我不会再撒谎，你不要跟我分手，我真的很在意你。那你之前跟我撒过那么多谎，我怎么知道你以后还会不会对我撒谎了？我真的很害怕你继续骗我。其实我们俩在一起挺合适的，没必要分手。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再跟你继续下去了，我想再考虑考虑，我真的不想再这样欺骗自己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再考虑考虑吧。好，请亮灯。我再给你讲一个常识啊，我只说常识，
一个人说他在单位里很重要，有重要接待的时候，这个人必须出现。可是这个人平常老在开滴滴专车，常识上说明这个人在单位就没那么重要，因为他有闲暇的时间去开滴滴专车，他基本就是被边缘化的。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明白了。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他没用。我可没说他没用，我只是说在这个舞台他都没说实话，他在骗我们说有一天他骗你是因为酒店来了重要的客户，他要陪到十点，他自己去做菜，怎么可能吗？这就是个常识嘛。我说的对吗，兄弟？一个饭店的大厨，工作十几年最重要的厨师，开滴滴，得了吧！谢谢两位，请回吧。啊，我只拿常识说事啊，我不推测人性。来，两位请回，谢谢你们啊。小姑娘，哎，让她自己走吧，这她得学会自己面对。来，请关门。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当然是要看那扇门里是如何选择的。开门。哦哦哦哦哦，嗯，来来来来来，有话就说，请说实话，没话请回，您随便。嗯，还有吗？我还要回去找他。哦，去吧。啊，谢谢你啊。所以说在这个节目只是瞬间的一个句号，它到底是另起一段，另起一行，空两格，重新文章的开始，还是接着往后写，那就是生活里的故事了。祝他们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都幸福吧。但是幸福的前提是不骗人也不骗己。